好，任地行的清炖干吃面啊，咱们的哥姐姐谁是花9.9啊，买的40包，那您可能是买贵了啊。咱看一下后台没发货的话，咱赶紧退了吧。您看一下老弟这个链接都给你卷到什么价格了？哥姐们啊，不要再拍别家9.9给咱发40包的干吃面了。今天呢，老弟这下单直接给您搂到50包啊。现在呢是9.9的价格，整整给咱到手50包。这个呢是任地行家的5香干吃面啊，而且呢是5种口味，有香辣鸡翅味的，有葱烧牛肉味的啊，而且呢还有孜然烤肉味的，5种口味。看一下这个个头啊，不是很大，但是呢9.9给咱发50包啊，也是挺合适的。烤出蒜，这个呢是5香牛肉味的。就是那种细腻的。这个是孜然烤肉味的，吃起来口味不说那么单一啊，5种口味。浓浓的孜然味儿，这个呢是葱香牛肉味儿了。像咱平常啊，肚子饿了或者嘴巴寂寞的时候啊，都可以来一包解馋的又抗饿。哇塞，满满大葱的香味儿，特别酥脆，特别易嚼，特别好嚼啊。关键呢，今天的价格啊，也是便宜到姥姥家了，直接给咱卷到了50包啊，9.9的价格，整整到手50包，而且呢，还是5种口味啊，真的太合适了。